下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22:09接获报案。那我们到场之后，关系人表示是一个家庭纠纷。那因为有纵火器的关系，有家庭纵火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到场的时候已经全面燃烧。那我们立刻喊三级火警，那出动了25台的消防车，警力消，总共165人。那很快的火势扑灭之后，进入里面去做搜索。那还是很不幸的有8个人罹难以上。那8个人的这个身份背景。目前得知都是关系人的，里面住在里面的他的家人这样。目前知道起火吗？我们知道关系人表示他公称是因为有纵火剂纵火的关系，那应该是有类似家庭纠纷这样的状况。不知道纠纷的原因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目前可能要等后续的调查才知道。8人都找到了吗？目前都已经找到了，那都目前都没有生命征兆。4个小孩，最小的1岁，最大的7岁，那还有2个大概是几岁？目前得知的关系人是1、4、7、10岁，分别是1、4、7、10岁。OK。不过因为刚刚因为火场的关系，其实难以辨认，对，比较难以辨认。不过确实是有找到8具的难者。我们火势大概花了多久时间？我们火势大概花了20分钟左右就控制，那大概20到30分钟左右就扑灭。OK。谢谢。